七年第一次代表野球地出差，马哥，别老代表不代表了，咱都是出来耍的，翘班啊，不是、那个、出来工作的，对吧？小峰是不是也第一次？我也第一次。我们要多听马哥的话，是吧？他有经验。关于早餐，你有什么建议？要不然咱带个绝味鸭脖上去。那我怕空姐要揍死你。这是直接增加了跟空姐交流的机会啊！他一过来，你跟他分一个鸭脖。马哥教你怎么去跟空姐搭讪。已经进入汉堡王点上了。鸡腿皇堡套餐，点了等上了。我们两个新兄弟是不是得请我们吃一顿？你才是老人，应该你来请。付款的动作就是最潇洒的。嗯，我们要谢谢马哥。对对，而且是非常丰富的套餐。马哥仗义。小宋，咱俩咋就坐到这儿了？三人行变俩人行。这个座位是鸭子，鸭子呀、啊，都快起飞了，你终于来了啊！赶上那最后一个。作为老大哥，给我们安排了三个头等舱，中午这顿饭我请你吃了。啊，我已经想好咱们今天在哪吃饭了。在哪吃？广州塔的塔顶。我说实话，我就想坐在这个边边吃点下午茶。说好的广州塔，现在已经是 7-11。谢谢马哥。